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跨越远洋的里程火侠焰天河。好，这个火油鸭升华二的关卡的一个示范。好，基本上升华鸭子来讲还算 OK， 没有说太难。哦，这个关键就是要把血量算好，全体攻击哦。要么是算好，要么 就全体攻击啊。我可以看到我全体攻击造成对他们的伤害有没有？非常好，就是在一个全体啊。我忘记了这个，我现在有火跟暗这两种属性哦。哦，所以现在一样做全体的。不过你木妹那个暗妹脚跳起来可以直接用吸的啦，这个也不能说算是小技巧，就是只要知道暗妹技能的人就会吸啊。这时候我就一人打一下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暗妹残血的时候他倒了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双体共生，就是都一样了，都做全体攻击就 OK 了。我看到左边血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先打右边那一只。好，一只就好。然后再做全体攻击，哦，这是血量算好的状况。叮，选择过关啦，很简单。哦，升华二。哦，以上是升华二这个简单的通关示范。哦，接下来等一下为大家示范这个升华三。哦，火油鸭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